我所来给他介绍的是ABC教派。讲起，咱别来介绍这ABC教派。讲起，咱较早囡仔时，话人啊做伙想，囡仔伫遐吵出头咩？囡仔人有耳无嘴，不要乱讲话。其实小朋友的世界里面有他们活泼的一面，幽默的一面。因为咱伫做伙时，我足去处理。这 ABC 英文开始进到台湾来的时候，迄阵啊，咱台湾的人要讲英语，口型不一样，发声位置不同，所以呢，往往。 讲话无啥清楚，面书搞啊！你录像按讲，面书底下你食饭，未清楚。啊，小朋友的 A B C D D 都好 D 啊 D 感音，你讲 A B C 高加 D， 啊，讲啊，这回你塞一个零零一，叫伊先来甲伊记起来，加骨煞大细记。啊，台北这个 A B C D 到处拢有咧流传啦，时代转变的过程嘛，你变。我伫恒春。 迄个囡仔可能较有咧饲鸡啊饲鸭，用 A B C 教家 D， 严格个放屎粘滴滴。啊，伫这个台中遐，伊讲有一个讲 A B C 教家 D， 阿公啊，坐轮去摔落去洗衫机。吼，教一个教一个，头毛出一支。你应听有嘛？吼，过一个讲阿嬷坐。 伊讲 A B C 教家己阿嬷就落去摔落去洗衫机，教一个教一个变豆泥，变成好食。这 A B C 拢足侪趣味的物件，吼，咱即马来听小朋友来唱一下 A B C 教家己。